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最新情报解密说呢，美军曾经派出了海洋侦测船贴近中国展开侦测，但解放军派出了驱逐舰呢、发射神秘的强光速进行照射。美军认为这是攻击啊，一度使到美军的船员一度的失明，并且使到侦测船呢无法工作。美国认为解放军强化了海区的维权。今天有来自美国最新的分析，还要留一个消息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方向的空军啊，对日本有新的压制。一方面，解放军派出了苏-27、苏-30新锐战机，主动的驱赶日本的战机；同时呢，解放军的侦察机主动的逼近钓鱼岛展开侦查。而同一天，俄罗斯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呢，绕日本飞行一圈。日本大为震惊，认为是中俄空军联手压制日本。今天会重点分析。还有一个消息呢，中国的空军司令许其亮呢，到访这个清华大学签署协议，中国要从这个最高等的学府当中来抽调选拔新的空中的飞行员，包括新锐装备的这个培训呢，到底怎么看解放军高素质的兵员和征兵呢？今天会重点关注。还要留一个消息呢，俄罗斯正式答应金正日的要求，俄罗斯与朝鲜呢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海空的演习啊，而金正日实际上也求过中国，希望中朝也展开演习的，中国没有表态。中国现在的取态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考量呢？今天也会关注。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美的中央空调特约之军情观察室，由节能环保美的中央空调赞助播出，并连同水中贵族景田百岁山矿泉水联合赞助播出。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啊，今天香港各大报纸呢都引述来自美国国防新闻周刊一个最新报道呢，这篇报道引述了来自美国最新的情报显示呢，美军发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二炮部队啊，这个导弹部队新增了一个长程的洲际弹道导弹，东风 31A 型的改进型号的长程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的旅放在了湖南，而且射程呢将会达到12000公里，能够有效的覆盖到欧美的基本上所有的区域，有效的打击。美国这份情报最新披露提到呢，中国大陆一直在关注，也希望提升呢所谓长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攻击的能力。那么最早呢，大约是在这个01年呢，也就10年前呢，在甘肃的天水解放军二炮导弹基地当中呢，已经建成了发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固定的阵地，是用固定发射井展开这个发射的，也进行了相关的实验。但是固定的发射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一旦发动攻击的时候呢，会被敌方发现，可能会提前被对方击中。那么现在呢，解放军在过去10年锐意的发展是解放军二炮部队所为核反击的力量，东风31也变成了改进型的东风 31A 型，而且现在是第二个旅已经完成了部署。美军的情报提到呢，解放军第一个真正成建制的旅制的机动发射在公路上可以运载的相关的发射呢，是放在河南的南阳，那么是在06年正式服役的，也就5年前呢完成了第一个在公路上机动发射的东风 31A 型的导弹。而现在呢，第二个旅已经成建制的放在了湖南的邵阳。那么为什么放在湖南呢？美军研判呢，放在湖南呢，第一，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而且由公路上来机动发射的话呢，可以放在湖南，可以放在广东，也可以放在广西，有效的对太平洋甚至对美国全境能够展开打击。解放军现在除了在甘肃固定的发射井以外，实际上在河南以及在福建也有固定发射井。另外呢，在河南和湖南现在新增两个机动发射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的旅呢，能够有效在中国大陆的内陆游走啊，不易被对方发现，及时展开核攻击、核反击。那么向西可以打到俄罗斯和欧洲，那么向东呢，仍然可以打到美国，可以说呢是有一定的震慑和反击能力。美国认为相关的情报，一个旅呢大约是拥有10到20枚这样的核弹头，核导弹，而且每一个核导弹呢，大约可以携带1枚的核弹头。解放军这几年锐意研发呢，是分导式多弹头啊，未来可以多弹头的攻击。目前美国研判东风 31A 这种改进型的洲际导弹，中国大陆解放军大约拥有30枚。好，这是一个消息啊。我们看另外一个消息，来自台湾的一本最新的亚太防务杂志当中呢，披露了一篇最重要的台湾的军方研判。台湾军方研判解放军呢，为什么频频要冲破这个第一岛链？军事的动作有什么意图呢？这篇文章特别介绍说啊，实际上对日
本来说呢，冲之鸟礁对日本是有军事含义的。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礁石，要扩大成这个海军的基地呢？是有点线面的策略。日本希望先守住这样一个冲之鸟礁这个点，作为一个所谓岛屿，另外呢可以连成一个新的线，围堵解放军的第一岛链呢可以更加的强化，最后是扩展成一个面呢，真正的海军的基地能够跟美军的基地更加接近。美国认为呢，这个冲之鸟礁更加接近美军的关岛还有塞班的美军基地，日本可以更加趋向美军，形成了美日在海上压制中国大陆海军。但这篇文章还有个很重要信息提到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呢，大约在03年的时候派出这个海洋调查船，没有军方身份或者扮掩护身份的海洋调查船呢，主动到冲之鸟礁的周边展开这个游啊这个绕行或者是探测。03年展开了绕行和探测，每年都有定期的这个渔船或者相关的海洋探测船来绕行探测，多次的进出。到了08年，解放军首次公开的派出了北海舰队的驱逐舰呢，远洋从北海舰队远洋到这个冲之鸟礁附近展开相关的训练。到09、10到11年这三年呢，定期都展开这个不同舰队的巡航啊。可见呢，台湾研判说，中国大陆对于相关海区或者陌生的海区，未来采取的策略呢，首先是派出渔船或者是侦测船、海洋调查船呢，到这个海区来相关的进行绕行、海洋的调查、收集相关信号、水面和海底的信号等等。之后在5年之内，解放军的舰只、舰艇、潜艇、直升机、侦察机等等，就会定期在这些海区呢展开巡航来宣示主权，同时呢，也会给予一定的军事侦察和干扰。他们相信呢，解放军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就是五年之内从先探测、先侦察到海军舰只的这个定期在这个海区的出现和巡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所以现在台湾跟美国也相信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对印度洋、对西太平洋、对关岛第二岛链，甚至于更多的大洋，未来如果发现更多的解放军呢，包括民间的所谓探测船、海洋调查船之后，5年之内解放军的舰只必然会在相关的海区出现，因为已经掌握了相关海区的情报讯号、电子讯号和海面和水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现在印度大为紧张，印度洋已经发现解放军的调查船，而在关岛外围呢，也曾经出现过中国大陆的海洋调查船。5年之内，解放军海军可能会有动作。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据俄罗斯军事工业网的消息，中国大陆解放军第5代的战斗机歼-20从今年1月份首飞以来，进行了多次的秘密试飞。而最新的情报流传是，歼-20战机的原型机在飞行过程中打开了机体中部的内置的武器舱的照片。俄罗斯说，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形体明显超过了美俄两国的第5代战机。同时，解放军的歼-20战机巨大的机体设计，使它具备了对大型的海上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中部武器舱一共可以挂载6枚的航弹。俄罗斯的情报消息人士披露说，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20战机已经秘密进行过模拟航弹的投掷的测试。另一方面，有消息说，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对海对舰攻击能力已经形成了歼-7首飞飞豹战机以及改进的大量歼-8F 高低搭配的进攻模式。而这样的搭配使到解放军的对舰攻击能力大幅的提升。解放军所谓歼-8F 战机是大批解放军歼-8的老式战机的改进型号，加装了先进雷达，可以跟踪15个目标，并且同时可以对4个目标展开攻击。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军方正在积极的拓展与印度军方秘密的军事交流合作。台湾军方的所谓国防大学明年正式编列的预算当中，有派出军事的智囊人员到印度国防部所属的智囊，展开台军与印度军方为期7天的台湾与印度的安全合作论坛。台湾军方与印度军方对解放军发展的认识和情报的交流是秘密会谈的重点。而此前，台军和印军最重要的是分享了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东风21地形导弹最新的情报和研究。根据情报显示，台湾军方明年有107项的出国计划，预计要派出台湾军方1500人秘密出国。除了与印度有秘密的军事交流以外，台湾陆军还要去越南参加军事比赛，到美国参与国际的狙击竞赛，与各国的精英一较高下，台湾争取在国际当中的军事能见度。而印度军方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崛起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关心，因此与台湾是一拍即合。知情人士披露说，印度军方与台湾军方共同分析解放军的情报，有互补的作用。台湾军方以华人的角度分析解放军许多重要的情报，美国的情报比起来，台湾军方的情报也有参考价值，因此印度想通过台湾了解解放军的现代化的真正的意图。同时，情报显示，台湾军方明年会派人到美国参与一系列相关的军事演习和观摩，包括美军太平洋陆军的相关演习、美国与菲律宾的演习、美国太平洋陆军国民兵站的相关防演等等，台军都有现场观摩的意愿。
据维基解密最新公布的美国在台协会的机密电文当中披露说，美国方向不仅关切台湾军方发展弹道导弹的相关计划，并且在2007年底的时候，美国高调的抱怨台湾军方秘密的研发导弹，并且没有把足够的资讯透露给美方。根据美国这些机密电文显示，华盛顿曾经警告台湾军方，如果发展攻击性的导弹，可能会破坏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也建议台湾不要给中国大陆任何可以指责台湾挑衅的借口。而美国军方也长期关注台湾军方的所谓太空发展计划。维基解密的网站公布了美国的机密电文显示，美国强烈要求台湾表态是否打算参与中国大陆的所谓太空领域的合作，而台湾军方是否认的。同时通报说，台湾打算自行研发小型的运载火箭，因为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是同样的攻击性能，因此美国关注台湾的导弹的最新的能力。同时台湾也表明要研发运载火箭之前，希望美方给予技术支援。而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承诺会保证台湾有一定的空防的实力。不过美国的评估小组现阶段建议说，马政府未必能够引进 F-16 CD 型战机，而改为今后引进更加先进的美式 F-35 战机，估计3年后可能成事。据大陆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军方今年的冬季的征兵推出了优待高学历的政策，大学生成为了征集兵员的主体。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和军方的最新规定，初中文化程度的退役士兵可以免试进入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而高中文化程度的退役兵可以报考高等职业院校，报考全日制和成人高等院校的退役兵会优先录取。而上海的退役兵自谋职业的补读金会提高到50000元，今年义务兵和家属的优待金标准也提高到26000元，而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兵员可以按2倍发放，而半数退役大学生可以定向的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同时中国大陆官方和军方也规定，非北京籍的退役大学生复学完成学业可以进京落户，不过征兵也带有强制性，没有办理兵役证的青年不能够读大学。而中国大陆正通过一